第十五题，火箭或喷射机燃料燃烧后会迅速产生大量气体，则让火箭或喷射机推进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老师上课提示过，因为过去曾经弄错，以为这个的作用力是来自于空气，但是这个是错的。如果我们的推进的力量是来自于空气给火箭或者是喷射机的反作用力，那么到了太空的时候，火箭就没有办法靠喷气来调整姿势。是了，是因为我们的火箭或喷射机施力给它的喷出的气体，然后喷射出的气体就给火箭或喷射机一个反作用力，而让火箭或喷射机可以运动。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则让火箭或喷射机推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的是 C，喷出的气体给火箭的反作用力。